我说，我喜欢你。我也是。不，那就是个梦而已。你把你喜欢的人的生日设为密码，再在前面加一个52，这样又安全又简单又好记。52，好，那我回家再设定好了。我和尔豪都在一起，我怎么一个可以应付的都没发现？如果你要决定去英国，我就帮你看紧尔豪，绝对不让别人抢走他。不过我听说啊，尔豪之所以回中国，其实啊，就是为了无双师姐。真的假的？但我又总觉得我表白失败的概率怎么那么大呢？万一尔豪拒绝我怎么办？那就正好去英国疗伤呗。陈如是个笨蛋，原来尔豪喜欢的人就是我姐。洗完了，开始。你刚刚明明还好好的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我真的没事，我只是没有准备好放弃。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自己坚持了10年的东西，原来这么难。所以你后悔了吗？你如果真的舍不得，那就留下。你希望留下来吗？我不能帮你做决定。你想要的结果，自己要想清楚。现在还来得及后悔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去机场了。尔豪，走啊。你答应我爸回振宇学院帮他带学生，是因为我姐的原因吗？是啊，我原本打算说服你姐跟我去法国，没想到是她说服了我留下来。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对啊。啊，没事啊。我只是觉得我们如果都去了，就可以经常在欧洲见面了。你跟无双不可能一起出国。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你能出国是因为他拒绝了外国学校的邀请，留在振宇学院呢。我姐是个笨蛋。
喂，喂，怡红，你是不是到机场了？我准备出门呢。你们不是在比赛吗？怎么了？我本来是要给校长打电话的，但是他没有接，我只能打给你了。我爸他已经出门了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总觉得双双今天有些不对劲。啊，我姐怎么了？啊，无双怎么了？二豪师兄，双双从早上开始就一直在上吐下泻的，可是他一直说自己没事，还要坚持参加比赛，可我怎么看他都不像没事的样子。比赛什么时候开始？我马上过去，可那要让司机送你去。无双有点状况，我要先过去了。哎，莫姐怎么了？身体不舒服。不行，别硬撑啊！对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师姐加油啊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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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就说，别硬挺。加油啊，师姐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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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怎么样？裁判，我们要去换人。不要换人，我没事。你这样怎么比啊？我可以的。比赛继续。
了。